不过现在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，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。地骨皮这个代号不陌生吧？据保密局提供的情报，这个人是共党潜伏在国军内部的奸细。这个人潜伏得特别深，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可是巧得很，严先生，你是个知情人呐。你们只要乖乖配合，说出地骨皮的真实身份，哎，我薛某人向你们保证，你们不仅不会成为党国的罪人，还会受到党国的重用，这可是你们唯一活命的机会。行，严先生，你现在可以不说，你再考虑上一天。记住，就一天。年轻人，我希望你能考虑我的建议啊。什么信仰啊、牺牲啊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，她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你忍心让她跟你一起吃枪子吗？是不是？哎，那个谁，我们先都出去啊，给他们俩一个好的环境，你们好好商量商量，想想我说的话啊。我们原本说好的要结婚，要组成一个幸福的家，我们还要生很多孩子，我这一生都要好好爱你，保护你。可现在我要食言了。原谅我，他们说的你都听到了，那些情报都毁掉了，但他们并没有杀害我们，原来是另有目的。地骨皮，他们想从我们嘴里知道地骨皮的真实身份。我现在在他们眼里是奇货可居，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他们想从我的身上顺藤摸瓜，抓住地骨皮同志。切，你我都知道，地骨皮同志是一把深深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。他在对敌前线
十分重要。他一个人发挥着千军万马都不能匹敌的作用，我们必须要保护他。如果我不肯说出地谷皮同志的真实身份，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折磨我，甚至折磨你，摧毁我们的意志，让我们崩溃、软弱，甚至投降、妥协。虽然我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着，可是我们仍然有选择生死的权利。我们要迅速、果断地在这间屋子里结束我们的生命。钱，对不起。
这陈云说等密道一通就送咱们走，可是咱们到了越南，如果没有传来金影，咱们还是会被困在那里啊！哼，唐英杰想为难我，哼，只要严庆明开口说话跟咱们合作，他就奇货可居。 咱们就越过唐英杰，直接跟总部联系。到那时候，嘿，坐船、坐飞机，那由咱们挑。哎，闻到了，好像有股糊味儿。 老板，还有趣儿！哼，想一死了之，我告诉你们，伸腿瞪眼容易，可我偏不给你们痛快的。阿彪，老板，带几块大洋找老板娘去，作为失火的补偿。这时候，别再生出什么事端。好的，老板。 干，干，请。老爷，我有事禀报。什么事儿？就在这说吧。这儿好像不太方便，还请老爷挪两步，咱们门口说吧。好，江大夫，你先吃着，我去取救护。好。 怎么了？到底什么事？老爷，出大事了！这伙人来历不明，他们背来的药筐里藏的全是枪支和弹药。什么？老爷，你看要不要把府里的镇卫们多叫来点？远远的监视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明白。浩大的胆子，到我的黄平镇居然私藏武器。
过我这五指山去，认命吧。你们三个打起点精神，无论如何也别让他们再耍出什么花样来。是是。老板，我们三个人也得睡觉啊，他们两个人一心求死，这万一一不留神没看住，那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？那好，先给他们打一针麻醉剂，无论如何过了今晚上再说。是。说吧，江大夫，你和你的东家到底什么来路？曲先生，我们就是贩药的，想借贵宝地开个药铺。全都是谎话！贩药的商人带武器防身也就罢了，可那武器全都是美式装备，手枪、手雷，还有那么多的子弹，一样都不少。还有江大夫随身的药箱里一定有一件重要的物件。老六在。是。老爷，您看，这可是微型收发报机，是最新式的秘密电台。这玩意儿装在一个走南闯北的药贩子身上，有什么可说的？姓江的，说，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？来我的黄平镇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听说外面的共军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，将国军打得节节败退，这些人恐怕就是共军派来的探子，前来卧底踩盘子的。他们国共打内战，谁输谁赢是他们自家的事儿，我曲征北平生不问政治，只求得在黄平镇安稳过日子。再说了，我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仇，他们谈什么？老爷，此话差矣。你想世外桃源，不问世事，可老爷你别忘了，如今百里之外的黎州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。宋太祖那话怎么说的？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他们迟早要打到这里来，将黄平镇变成他们共党的地盘。江大夫，啊不。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规矩，应该称呼你一声江同志。说，你们来我的黄平镇，到底所欲为何？若有半句隐瞒，你和那几个共产党，我担保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睡吧，沾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麻醉剂的光，这一觉保证你连梦都不用做，真是一觉黑天香啊。
君之姑娘，啊，不，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瞿二夫人呢？ 曲先生，您这府上可真是有高人呢。你这话怎么讲？这种微型收发报机是美国特工机构前几年才研发出来的。别说你们这种偏僻小镇上的人，就是北平、上海这种大地方的人，也没几个人认识。可是你们这位廖管家。 可真是见多识广啊！也是，老廖，在。这么先进的物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爷，你别听他胡扯，他现在东拉西扯，就是为了转移话题。老爷，咱们现在当务之急，是要从他嘴里掏出实话。我心里有数。 一边是为了信仰牺牲的丈夫，一边是血肉相连的兄长。我实在不忍看着他们手足相残，于是我决定离开。我要离开黄平镇。你真聪明，一眨眼就重新加入了共党组织。
还成了他们悉心培养的高级特工。我只是把廖俊之这个名字深深地埋在了心里。和我一同去延安的一个女孩在途中病死了，我使用了她的身份和名字。我只是希望我能够继承王父的遗志，为了党，为了新中国而奋斗。是啊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，没想到四年后我们又在黎州重逢了。哼，我知道你很恨我，因为我的手上沾满了你丈夫的血，可是为了现在这个小天使，你就是再恨我也得听我摆布，除了向我低头你别无选择。你曾经领略过我无情的手段，哼，你也知道为了党国的利益，你那个哥哥也会利用这个小天使来要挟你。你低头了，屈服了，不仅把严金明领向了银楼，踏入了我们设下的陷阱，还把你们出逃上海的路线写在了钞票上。为了那个小天使，你背叛了你的同志，也背叛了你的信仰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背叛党，我没有。你这个傻女人，你以为你曾经跟严金明同生共死就能赎清你出卖他的罪行？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处境，你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了，你的所作所为只能遭到他们的唾弃，你回不了头了。他们会理解你吗？会原谅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吗？不会的，他们会鄙视你，痛恨你，甚至要你用命来补偿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。我没有。他们才是冷酷无情的，在他们黑白分明的世界里，从来就不给一个叛徒回头的机会。你还想保全你的良心？我的傻妹妹，谁保全你呀？谁来保全你那可爱的亲生骨肉啊？现在请你吃的还是静静，你别自己不识抬举，非得让皮肉受罪。啊！都把枪放下，你们老爷现在在我们手上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你们够狠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，曲先生。虽然之前我对你有所隐瞒，但是我们的本意并非是要与桂镇为敌。可现在你的人手上这把匕首还架在我的脖子上，亏你口口声声说毫无冒犯之意。
认清眼前的路，啊！如果你心里头还向着共产党那边，那你肯定要以死谢罪了，而且死之前还会遭到他们的唾弃。你要是能帮我从严金明的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，咱可就为党国立下了一大功了。海南也好，台湾也好，都有一条康庄大道由你走。这只簪子，我知道，是当初你那死去的共党丈夫送你的定情之物，你一直留着。你看，我多体贴，这几日仓皇逃命之时，我还替你保留着这个宝贝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严经明一直深爱着你，你们一同生死过。只要你略施小计，一定能从他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。这份情报可是你日后生存的重要砝码呀，若得不到这个情报，你得死，严经明也得死。一天，我只给你一天时间。这个人应该没有来我这儿拜过码头，倘若他没有从我这儿拿到铜牌子，全镇不会有一家客栈敢收留他，也不会有一家饭店敢卖给他食物，他们如何在这儿待下去呢？陆先生，你的情报是否准确？你的这个仇人当真来了我们黄平镇？我的情报非常准确，我们是一路追踪而来，而且他不是一个人，光他的随从就有四五个人。这么多人，若是没有我们的铜牌子，他们是寸步难行啊。可是这几天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人来拜过码头啊。卢先生，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，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行踪。这个人我的确没见过。小何，你说头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万一让那帮老特务跑了怎么办？急也没用，头让我们保护好他们，免得特务啊狗急跳墙。喂，你怎么了？